红桑愿意帮我们解开龙神封印，对于我们而言真的是求之不得。他们提出这样的合作未尝不是一个好想法，但如一旦说无妨。空桑与千仙几千年来的恩恩怨怨又岂是轻易可以消弭的？少主没有答应来找我商议，恐怕心中想法与我相同吧。宁良他们对空桑人的芥蒂远超过我的想象。这些年空桑人对我们全仙也并不是心无芥蒂吧？如今我们大家共同的敌人是苍流，少主是想答应真蓝太子？我要的合作不是一个封印换另外一个封印。那是什么？冰块哥哥，冰块哥哥，你能不能告诉我怎样帮全仙回到碧落海啊？这事与你无关。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吗？你说我去做。我们全仙的事情无需他人来帮忙。我是认真的，我是真心想帮你们的，不是整个全仙，只要是我能做的，无论是什么事我都愿意。你中州小姑娘能做什么？那他能选中我，我总有点异于常人之处吧，毕竟我有能打败苍流封损的力量。你只是个守石匠，那是皇天的力量，不是你的。可皇天的力量也得有我才用得出来啊。苍流人要放火烧城的时候是我发挥了皇天的神力，我还打败了一架封损呢。你们不要总觉得我是在胡闹，我的力量虽小，但我的心意你们不能忽视。你做了这么多是为了妍希吧？也不完全是了。纳生姑娘，我们准备出发了，你去跟妍希好好道个别吧。什么？白燕姐姐，白燕姐姐。纳生你怎么了？苏墨现在要带着妍希离开，还不让我跟着去。纳生，你带着黄天戒指当然应该跟我们走，安英和殿下去往桃源郡都是为了去接你啊。我知道啊，我今天带着黄天戒指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，但是我要是跟着妍希我就会耽误你们，我要是跟着你们我就再也见不到妍希了。我脑子不太好使，太子哥哥你有没有什么两全的办法？你帮我想想吧。这办法倒是有，可是能不能成我不好说。谁说不好说？我去说。为什么空桑人和鲛人要分开？哪有这道理？我知道光凭你们几个我们未必能解开封印，苏墨带着族人也会有更多危险。妍希还有，那既然你们几个以前认识，你们为什么不能一起去打苍流人呢？他们那么坏。那是妹妹，空桑和全仙有些事情你不知道。但我知道冰块哥哥，他虽然整天冷着一张脸，但在桃源郡是他救了我们大家的，我心里知道他是个好人，你们不要讨厌他好不好？那生我们没有讨厌他。那白燕姐姐你跟我去找冰块哥哥吧。啊，那生阿英。红渊，皇天选中那生总有他的身影。少主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如意都支持你，你是全仙的希望。我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诸位长老们都翘首等待少主回归大营。让探子去打探各种消息的事情，回到桃源郡以后一定要先办好。我们的人虽遍布各地，但是没有任何关联，有了这些消息以后办事情就灵活多了。是少主，如意必定做到。桃源郡一战危险尚未平息，如意独身回去还需多加小心。少主保重，如意先行告退。快，我要找苏魔，我们要一起去打苍流人。少主现在需要休养不便。无碍。少主。如意，路上小心。是。冰块哥哥，我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，你们不能这样就走了。
如果你们就这样走了的话，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。再也见不到的话，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。哦，还有解开那个封印很危险。哎，总之我们需要你，冰块哥哥。那生，怎么了，白银姐姐？让我跟苏魔单独聊聊。啊，好好好，你聊更好，你聊更好。冰块哥哥就愿意听你的。别胡说。去屋里说吧。白银姐姐，你一定要说服他。嗯。今天日头这么大，你怎么又出来了？你们聊过了。聊什么？空桑和全仙合作的事情。他应该告诉你，我还没有答应。如果不与空桑合作，你要如何带全仙回碧落海，去昆龙渊解除封印？这一路上你会遇到各种的困难，那你……你是在关心我吗？之前在密室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反噬了？为了带全仙回归碧落海，你到底练了什么法术？你到底经历了些什么？你还是关心我的，对吧？半梦相思半梦见，我关心你，我也关心空桑，十万沉睡的子民，我也希望全仙能够回归碧落海。你还是不懂。我想要知道的是你最真实的想法。我想要无色尘开，我想要空桑十万子民苏醒，我希望全仙都能回归碧落海，这就是我心底的想法。我们回到过去好吗？回不去了，过去了的事情就再也回不去。那不要回到过去，去有你和我的未来好吗？苏墨，不要再说。我很高兴可以和你再次相遇，可是我们之间不可能。苍柳冰强大，再加上封锁，虽然空桑和全仙合作确实能多几分胜算，但是百年前的芥蒂，即使有契约，也会遇到各种各样背叛误会。即便是这样，你也要一起合作吗？我知道了。一
切如你所愿。这一生爱一人，又怎计算亏欠？少将军好。香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可是少将军，我们要怎么找到他们？持黄天者是和全仙一起离开的，那就一定会走水路，沿着他们出城的方向寻找桃源郡外的水路暗河，一定能找到他们。是。也不知道苏魔和阿英谈的怎么样了。红颜姐姐也赞同与玄仙的合作吗？撇下那些成见，殿下说的还是有道理的，合作确实是对我们最有利的选择。可苏魔和白王？苏魔和阿英怎么了？鲛人和空三人在一起，最后会不会……我乱说的，红颜姐姐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是啊，已经过去100年了，很多事情也都变了，只有我们还在原地等待。我们已经等到太子殿下醒来了，接下来我们想要的都会等到的，红颜姐姐。阿英，他怎么说？他没有拒绝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他答应了。但他也不算完全答应。没有拒绝就是答应啊，我们就当他答应了。那我们再从长计议吧。大家先回房间休息。嗯。嗯。殿下。嗯，是是啊。阿英，你先休息吧。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苏魔他并不反对合作，但是他担心如果空桑和全仙合作仍会有嫌隙，这样的合作恐怕不能长久，更不能撼动苍流。他的顾虑不无道理，那我们空桑就要让他看到我们早已心无芥蒂了。那你先休息吧。嗯。我自己走吧。好。少主找我们有什么事？不知道。如懿临行前叮嘱我们要好好辅佐少主，少主做的任何决定一定有他的原因。难道少主……什么？
出暗河，他们一定就在此处。所有人听令，调转方向，驾弩向下方暗河前进。是。少主，如懿已经前往桃源郡，您找我们来是回大营吗？妍希如今伤势已经好转，我们随时可以出发。少主，我的伤势已经有所好转。我找你们来，是有别的事情想和你们商量。不知少主有何急事？只是属下捉见，当务之急是尽快回大营。宁良，少主见谅，宁良只是回营心切，全新大营中的战士们都期盼着能早日见到少主。大营自然是要回。我找你们来，是想知道你们对解龙神封印、击溃苍流、回归碧落海有什么不一样的建议。以少主马首是瞻，全新将士都听命于少主。宁良你呢？我和他们一样。那如果我要跟空桑合作，你们有何意见？不知少主何出此言？只是全仙将士苦等百年，想看到的未必是这样的结果。全仙将士想看到的是什么？想看到的是海皇带领全仙将士冲锋陷阵，解开龙神封印，击败苍流。全仙军大营将士有多少？3000多。用何军器？可是少主归来，一切都会不一样的。您是我们的希望。少主纵有神力，也难敌10架、100架方隼同时袭来。以武力而论，全仙确实无法与苍流抗衡。打开龙神封印，以龙神之力必有全仙，是当务之急。若要解开龙神封印，须先前往九夷山取出辟天剑，砍断昆仑锁。九夷山非空桑人部的入内，若有空桑人帮助，或许会容易一些。空桑人怎么会帮我们呢？他们要是会呢？少主，空桑只会利用我们，就像百年前的亲王一样。他们需要我们帮他们取得鬼神渊下的六合封印。果然。可即便如此，对我们全仙也是有利的。你想和空桑合作？我只是觉得这也不失为一个方法。这是一个方法，但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。和空桑人合作当然不是一个好方法。以一个封印换另一个封印，这叫做交易。最好的合作就是和空桑联盟。联盟？和空桑联盟？以现在全仙和空桑的实力，单打独斗根本不是苍流的对手，唯有联盟获得更强大的力量，才有机会打败苍流人，还云荒一个安宁。可心存芥蒂，如何联盟？所以我才找你们来商议。就算我们不再提百年前的恩恩怨怨，他空桑人就不会提吗？去看看。所有人听令，攻破下方结界，放！怎么回事啊？应该是苍流大军在攻击结界。那这结界能支撑多久啊？如果他们用封锁攻击的话，应该撑不了太久。不行啊，我们兵力不足，又有人受伤，怕是对抗不了他们。通知全仙战士从水路撤离。是。我们可以走水路，你们怎么办？我们只好殊死一搏了。哎，你们看，结界出现裂痕了。
大家跟我走吧。父母，苍流来势汹汹，你们怕火，你们先走吧。快走！你们几个见不了日光，也撑不了太久。你之前说，空桑与全仙一起对抗苍流，能多几分胜算。不如，就让我们以此战为例，看看我们的胜算到底有多大。我保护好那圣，还有殿下。要保护好殿下和那圣。不行，不能把你留在这儿。殿下，快走！不行，殿下快走！哎呀！哎，这边。少将军，他们似乎都跑了。放心吧。他们跑不掉的。我给整个桃源郡的水稻都下了结界。怎么了？这里有结界，应该是苍流人设下的。走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专门给鲛人设的结界。什么意思？这是空桑的法术。空桑，如果不能从这里进去的话，不如我们回去和白银姐姐他们一起把苍流人打跑。哎，有你，还有我手上的黄金戒指，说不定可以呢。啊！下面的人听着，如果你们再不缴械投降，我就放火烧了整座山。找到破解之法了，只不过我现在法力不足，恐怕难以完成。苏墨，能否把你的法力分我一些？不可，少主，如将法力输给他，万一……我已经说过了，如今我们共同的敌人是苍流，我不会拿族人的性命当儿戏，你也不会辜负十万的空桑子民。试试。多谢。大圣，你过来。过来呀，别乱动。水啊，我下去不就淹死了？你过来。好了，快走吧。你去哪儿？我要去接他们。你，少主。妍希，照顾好他们。是。哎，不行啊，苏墨，你走。撤！行。
不是已经离开了吗？我不会丢下你的。大家跟我走。快走。智者大人，这个游戏越来越有趣了。水啊，妍希，苏嬷给我施的避水法术还挺厉害的嘛。哎，太子哥哥，这个是镜湖吗？你们真的住在底下呀？是啊，这里就是镜湖，方圆千里，舟不能渡，鸟飞而沉。那我们躲在这里面，就不怕苍流人来了？道理呢，倒是这么个道理，只不过你不是空桑人，进不了无色城。我倒是知道一个很隐秘的地方，你一个人住在那儿的话，我担心。那生，你跟我走，我保护你。我不要。无色城和权限大营你都去不了，你只能跟我走。哎，那生，那个地方景色特别好，而且啊，你可以让西京大将军给你打野鸡嘛，野鸡很好吃的。野鸡啊？嗯。那好吧好吧，妍希妍希，我一路留下标记，你记得来找我啊。嗯。你手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在这等我。殿下。嗯。苏嬷，我就直接问了，空桑与全心合作一事，您有答复了吗？我不同意。既然如此，就此别过了。阿英，我们走。等一下，我不同意以一个封印换另一个封印的合作。那你是说？我希望空桑和全仙可以联盟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不但愿意帮我们取出鬼神渊的封印，还愿意帮我们取出其他的封印，共同抵抗苍流？没错。好，空桑必不赴约。定住你释放龙神，到时候龙神和黄天后土的力量联合起来，一起让苍流覆灭，待空桑重见天日之时，便是玄仙回归碧落海之日。机长为誓。机长为誓。以后在这里向镜湖扔下三颗石子，便会有守卫带你们入营。你好好休息。阿英，你先回去吧。殿下还有其他安排？我还要去安置西京和那生他们。你放心吧，有我呢。那就有劳殿下了。
智者大人，您看到了什么？贪狼星与照明星交汇，陨荒的平衡即将被打破。雨竹愚钝，请智者大人明示。空海即将承蒙。雨竹这就告知武师。智者大人，不必告诉他们。是。此处离镜湖不远，相对隐蔽，你们住在这里应该是安全的。大将军，那生就交给你了。苍凉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放心，苍凉那帮小贼奈何不了我。喂，干什么呢？我得算算这个地方好不好，这荒山野岭的我怕。你算与不算也就这么一个地方了。啊，那我还是不算了，要是结果不好我更怕。哎，不过我要是能学会突然隐身或者日行千里该多好呀。过来。这是像九天玄女才有的天书吗？嗯。真的是天书啊。这上面是有古云荒文字所写的术法篇章，看得懂就见鬼了。我给你译过来。哎，这本书本身就是虚幻的，你可以用法力将它随意改变，里面的内容呢也都是一些启蒙的法术，你可以先看着，如果有什么不会的等我过来了再问我。哎，那我是不是多多练习就能很快学会日行千里凭空隐身了？大概可以日行三丈吧。啊，才三丈。大将军，我回不辞城了。这样子啊。放心，交给我。大圣，嗯，看好了。哎，人呢？少主归来，恭迎少主归来。百年不见，各位长老请起。这百年，长老们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万幸在有生之年还能盼得少主归来。什么辛苦都不记得了。我们有希望了。
以后结界的事情我会负责。千百年来，终于等到海皇归来，全仙有望，我们终将回归碧落海。带领我们重回碧落海的是龙神之力，这也是所有全仙军的愿望。无数全仙战士甘愿为之流血殉义，我们将他们的名字刻在这英魂录上，就是想让他们亲眼见到我们回归碧落海的那一天。少主，请。恭迎海王归来！恭迎海王归来！恭迎海王归来！起来吧。七千年前，四师明火留下预言，将有背负龙神印记的男子携带龙神之力回来。如今，我们终于等到您归来了。那么，这个也该交给您了。这是，这是四师明火留下的冰晶，您可以用它召唤四师，请他为我们全仙解天命，定将来。少主，你一定要为我们全仙报仇啊！如今，我们人少势微，我们拿什么和强大的苍流对抗？所以我才要解开龙神封印。我已经决定和空桑联盟，他们会帮我们解开龙神封印，我们会帮他们取回六合封印，之后再联手对抗苍流。少主，您要与空桑联合？在百年前，我们就已经看出了空桑人就是出尔反尔啊！如果现在不击败苍流，空桑和全仙就很难重获安宁之日。难道我们还要这样苟且度日吗？我们何尝愿意这样苟且度日啊？可是于长老的顾虑我不是没有想过，但若是现在不联手，便会白白错过了抗击苍流的最好时机。这件事情对全仙、对空桑、对云荒来说都是一件好事。既然少主早已想好，那我们也不便多说，只是希望在与他们联盟时，少主能为全仙多做一些打算，日后全仙不会后悔呀。多谢于长老提醒。海皇，您终于现身了。
自失明火，拜见海皇。四师，你知道我？全仙覆灭前夜，我曾占卜过，下任海皇将会在7000年后出现，那是所有痛苦的开始。但对您来说，一切是开始于结束之后。原来那生的占卜不是儿戏，早在7000年前，我的命运就已被刻在命轮上了。归去，彼时。